市长参选人陈廷辉，六号下晡前进三乡正式成立后援会，对农会到国立里长拢动员大批人到场支持。市员林志聪嘛很新鲜听，而陈廷辉本人除了对着前瞻计划以及山城未来发展来做说明，更是再一次来拜托现场的乡亲，伫电话民调阶段爱大力来斗三工。台南市长参选人陈廷辉三乡后援会伫农会以及各地动员大批乡亲支持下，六号下午正式会期成立。除了这个列里长拢到场表达支持，市议员林志聪也现身收听，并伫乡亲面前挂保证，市长参选人陈廷辉绝对有能力。咱若接到电话面条支持，咱若讲台南市长吼，民进党的初选要支持什么人，咱归哪几行人，咱就是要支持陈廷辉立委，咱对不对？前前山区设立后援会，市长陈水扁、陈廷辉就提到，除了前瞻计划中央和台南市1000亿左右的经费带动城市发展。伫找出山区特色，并将这个区域做串联发展观光，也是未来山城组带的推动重点。山区的发展，只要当点山面，将所有的特色来给它结合社会，咱的山区是一个上丰富的资产。只是咱要看政府安来协助着咱相关的部门来做一个上妥协的平台，做这个平台来做营销，这个平台来做一个上好的结合。你要支持啥物人？为着乡亲支持力量更加集中，陈廷辉也伫后援会成立大会上亲身教导乡亲面对电话民调的正确应答。伫8月21号之前，伊也目标今日更加侪角落亲身听看各地方的需要，实现行动政府解决贫困化的决心。记者万家三雄区采访报道。